解了，要不然你走不自己当背景。好不容易拍摄完成了，有怎么样？对于今天整个拍摄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很开心，虽然蛮折腾的，然后也睡得很少，但是就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兴奋，而且害羞。啊哈，那最让你就是印象最深刻的，可能就是接吻吧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就跟他两个人接吻，热吻。我还把他嘴巴咬伤，咬伤有咬伤，对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，非常的刺激，好，这样，谢，不客气。君有什么样的感受吗？觉得虽然下大雨很巧，但是终于还是可以成功的拍完，然后很开心，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接吻的部分还蛮害羞的，因为很多人都在，你知道，都在很热。然后再不赶快亲的话，那个小白还蛮激情的。